就邀请了我到这个2015年的秋冬季节发布会，是 IT 的。而且为什么呢？这么多人喜欢 IT， 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它把世界各国的美衣美服都汇聚在这里。而今天所看到的所有的美衣美服呢，都将会在 IT 店铺见到。所以随我来看一下吧。要说休闲鞋来说呢，就说 Sander 绝对是一个好的选择。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鞋非常的眼熟？因为我们之前韩星的 G Dragon 呢曾经穿过它这一类的鞋，但当时呢它那个鞋面上呢就是有一个圆形的黄色笑哈哈在上面，而也就是那个时候突然之间非常的出名的。而今年的款式你看，首先拿这一款就很多情侣非常会喜欢，因为有个 Love 在前面，而且是毛绒系列的，所以冬天的时候会倍感温暖。那其他的款式呢也有一件，你看也是毛绒的，然后也有一些 love you 的字眼啊。那像这一对呢，它是用了一些毛线去做的一个图形，一个小熊的图形，但是颜色方面也是很鲜艳很鲜艳，搭配衣服的时候绝对鞋是会是一个亮点。在我后面这一圈呢都是男装的区域了，其实男装跟往年一样，黑色系的服装是肯定的精选。那另外呢，今年颜色方面也是可以玩很多很多大胆的，像我旁边这件衣服看起来就很有暖男的感觉，颜色方面都是蓝色和红色做了一个拼接的颜色，而且还有一些几何图案在上面，像这种长款绝对是今年的大热。现在呢就走到奢华品牌的区域了。那这个区域呢，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大的特点，就是很多奢华的品牌呢他们都选择了颜色非常大胆的创作，像我旁边这一件也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大概的品牌的感觉了。而且你看到旁边这些小碎花呢，也是用了一个很立体的感觉去做出来这个效果的，但是颜色方面也是用了这个粉红色和这个白色做一个非常对比色。然后呢，另外呢其实也用了很多其他的颜色做搭配，其实不是所有东西呢都是时装款，像我后面那一排呢就是日本的品牌，那他们主要是做的就是那个质地非常的柔软非常的舒适，所以呢奢华品牌也是很多样的。在 IT 里面真的是有太多美衣美服了，你正在收看的是 C Fashion。